算是出来，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喽！众所期待的巡回演讲，12月11号礼拜六下午在台北，12月12号礼拜天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演讲即将登场嘞！是。上次四月演讲的时候是爆满，超过3000多人，5星级饭店全部都被挤爆喽。这一次12月一定要赶快来抢位置，怎么报名呢？好，全台湾呢最多人演讲的分析师一定是我们的演讲场。好，你来看就可以见证奇迹的时候，这一点都不夸张，所以照片都是为真。因为毕竟我是全台湾 LINE 粉丝人数最多，也是经济日报有史以来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。我们这一次从12月7号礼拜二中午开始报名 VIP 的座位，到12月8号礼拜三中午12点 VIP 报名收费座位截止。好，可是从12月8号礼拜三中午12点就可以怎么样？免费的座位开始报名哦，还有站位报名哦，额满就截止哦。这次演讲一定会怎么样？非常爆满，因为台股即将突破历史新高，即将突破18034点，后市该怎么解读？这些独家解读，通通都在我们场场爆满这三场演讲讲座。台北、台中、高雄这三场演讲讲座，你不来一定会后悔哦！哇，赶快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668085，0800668085，报名本周12月的演讲哦！